以掌声来欢迎我们在校生。好，我们来麻烦把这个快乐的心情，我们一起跳，大声告诉大家。什么是幸福呢？幸福就是看到孩子们他们这样子有活力，他们的年轻让我们好新鲜啊。这些回忆，这些的甜蜜的儿时玩伴，他们现在已经要迈入小学咯。那么哥哥姐姐，我们也要学习跟你们一样。
你们要幸福哦！我们给予我们的弟弟妹妹在校生掌声，谢谢你们给予我们毕业生的祝福。是的，这些都是不舍的。在这里，我们也非常的荣幸邀请到我们毕业生，我们的蔡宏礼的妈咪。